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接着谈法轮功的阶级斗争的问题。这个这把火呢，就越烧越激烈，呃，手段呢也也一贯的体现了这个在野的共产党是多么的没底线。我的老搭档真瑜同志呢，昨天晚上告诉我说、这个，这个这个于超被他们法轮功体系的人当成叫十大叛将之首。 呃，看来是要对他进行赶尽杀绝。我呢，昨天晚上呢，也就到了这个于超的频道下边，就翻了翻他的帖子，其中有一个呃，对于超的指责是非常的恶臭，恶臭不堪，臭到什么程度？我直接给大家读，叫“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呃，我很少看到孩子在网络上公开讽刺、谩骂父亲。 呃，也很少看到徒弟在网络上公开讽刺、谩骂师傅的。各自古各门师傅对徒弟要求甚是严格，你师傅仅仅对你不点名批评，你就怀恨在心，反目成仇，翻脸不认人，证明于超先生道德品质太低。哎，我觉得能够讲出来这种话的人，他还要评论别人道德品质太低。 能讲出来这种话的人，我首先要问问他是不是人类。所以，我呢就把他的这个这个话呢就截图到网上。我是这么说的：我说，认贼作父是中国人的老传统了，尤其是认李洪志这种东北小骗子作父的。只有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群体彻底绝种，知人才能谈得上从野兽变成了人，而他们现在不过是一群行走的碳水化合物。 那么，在这个话题下面，我的老网友呃徐留平先生跟了一条帖子，他说：“所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是极其恶劣的，呃，是人格的不平等，是中国传统文化奴役人的一种表现，他扼杀人作为一种权利上平等的可能性。”而这些整天宣扬民主自由的法轮功群体，在本质上依然兴奋着最反动的。 中国传统奴役人的文化，也就是中国专制皇帝政治体制的基础，说的非常好。哎，另外有一个网友叫逍遥的，他说：“说师傅也罢，父亲也罢，打着气功健身的幌子骗徒弟们、弟子们搞政治，糟蹋孩子的智商，不造反才怪。”清华北大的轮休弟子们经过几十年的思考和体验，终于发现了李大师。 轮工的阴险本质，我觉得这个事情本身就非常的荒谬。呃，有一种判断这个是不是邪教的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说，人类正常的宗教，是吧？呃，他是不会去拜活人的，呃，他所拜的那个人，呃，要不是真神啊、呃，要不就是。 是死掉的偶像，那无论如何，他不能拜一个活着的人。哎，不论是犹太教、基督教还是伊斯兰教，他都是如此。那伊斯兰教在活着的时候的穆罕默德被崇拜的程度，可能也就李鸿章这种程度了。所以这个穆罕默德呢，大概就是这个伊斯兰教世界的李鸿章啊。李鸿章呢，就是这个中文圈里边的穆罕默德。 啊，可以这么讲啊，也可以把他们称之为洪秀全。总之，差不多都是宗教发明家嘛，是吧？我的另外一个好、呃、网友呢，他扒出来一个东西，就是这两天这个，呃，消是呃，也不也不算是他扒了了，就是大家就是根据线索去去去查的，因为原来也都不知道，原来这个。 原来是这个法兰公呢，有一个媒体，这个媒体呢叫干净世界。我一开始还以为是前进世界，因为那个繁体字反正看起来都差不多，都很像。啊，后来一看简体字，确实是叫干净，而、啊、且、就是拼是在纽约注册的这么一家公司。呃，这家公司呢是。 它的介绍是这样讲的：叫“干净世界”是中英文多语种影视综合平台，提供在线信息服务，总部位于纽约中城的高科技公司。该平台集成主流媒体及自媒体，涵盖新闻、时政、健康生活多个领域，强调传统和普世价值，倡导言论自由。哎，言论自由，嗨，大家好好听听言论自由。嗯，平台允许用户上传、观看、分享及评论视频，并。 可使用帖子上传到社交内容，呃，平台有四项指南原则：无暴力、无色情、无犯罪、无毒品等危害，呃，并重视数据安全。哎呀，真是说的比唱的都好听。难道这个贵教不就是暴力、色情、犯罪和毒品吗？嗯、呃，当然了，我我这指的是精神上的，是吧？从精神的角度来说，它就是奴役人的这种暴力、色情、犯罪或者是毒品。 是吧？那个神韵的表演，把一种皇皇帝政治的那种东西贩卖贩卖到一个基督教社会，一个犹太基督教的这么一个道德自由传统的社会，那么你们不就在这贩毒吗？不就是在搞色情吗？你们不就是在玩暴力吗？这些东西有什么区别吗？呃，这个叫干净媒体的呢，为什么我要提到他呢？ 因为这是应该是法轮功的那个当当家的一个媒体集团，这个集团呢，最近呢开始对这个不是应该不是最近了，应该很早吧，就对于超和这个，呃，这个肖明进行彻底的封杀。那肖明说，呃。 抱歉，我刚才发的就是他的前一条帖子。他前一条帖子说那个法轮功对他那个全网封杀，但是呢，好像不是全网封杀。然后他他回了，他又回了一句是准确的，说抱歉，我刚才发的信息有误，我被他新唐人大纪元全面下架了，干净世界还没有下架。呃，这个事情呢，我觉得真的是不不只是法轮功这一个团伙的问题，只要是中国人的团伙，不论他们叫什么，不论他们是叫。 共产党，他们叫法轮功，他们叫蚂蚁帮，他们或者是叫反共团伙，都是一样的，他们的思维模式都是一样的。只要是，就是说这个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一山不容二、啊、虎，除非一公一母，是吧？你你敢跟我不一样，我一定搞死你，一定要封杀你，一定要不让你说话。呃，曾经有一位叫有有一个叫光传媒的是吧？这个老板，我呢开始呢还在他的媒体上发文章。 发着发着呢，他就对我的这个文章呢进行审查，呃，说我这个批评了不少民运的人，然后后来呢又打电话直接就跟我讲说不许骂民运。哎，我这我说这个这个支那人为什么总是想封别人的口呢？你们怎么就这么下流呢？你们还声称这个言论自由，在一个自由社会，你们都不能保证别人在媒体上的这种公开言论，什么玩意儿、啊、嘛？于是呢。 拉黑绝交，哎，这是必由之路。我的在西班牙的老朋友杨佩昌先生呢，对这个问题做了这么一个评论，说只要是人的地方，哪都有内斗内斗。哎，这个欧洲、美国没有吗？民主党整川普的狠劲，并不比阶级斗争差。法轮功有内斗很正常，毕竟都是人组成的，人家不喜欢某个人，将其开除，旁人为何兴奋？ 我对网上的纷争一般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不会鼓动哪一方。哎，这个杨博士呢是个老好人，哎，过去是老好人，现在依然是老好人。但是老好人有时候呢就是，哎，这个烂忠厚，这个、没没办法是吧？呃、哎，事实不是如此。我给他回复的说，我说斗争并不意味着。 不道德，因为人类既然有一这个这个这个群体存在，我们并不可能因为人的普遍罪行，我们并不可能总是相安无事。这所以这种这种斗争一定会发生，斗争的极致形式就是战争，对吧？那么，所以我就跟他讲，我说斗争并不一定意味着不道德，但是手段关乎善恶，用分境骚扰、恐吓、断生路、语录体文宣等等。 这就不只是道德缺失的问题了，这叫邪恶。因为法轮功把这些手段全都用到了于超和肖明身上，那就叫邪恶。但是我的今天看见这个于超先生，确实是没让大家失望，哎，战斗力爆表，呃，这个越说越狠，是吧？呃，厉害，哎，是个好汉，是吧？嗯、哎，好歹是毕竟是清华出来的嘛，还是有见识的。 他这么讲，他说：“听说文昭要把节目搬到干净世界，这是要把用户和收入拱手交给宇宙主佛，类似于马云贡献财产给习主席。哎，文昭的节目制作团队、内容推广、网站维护、管理、电报群组管理员都是法轮功学员。宇宙主佛一声令下，一声绝罚令下，哎、呃，绝罚是基督教词汇，他都用上了，是吧？他的业务就当场瘫痪了。为了…… 呃，去了干净世界，文章更是像被捏住脖子的塑料鸭子，应该是被捏住搞完搞完的吧，是吧？是，那主佛怎么捏就怎么叫了。可惜中文自媒体第一人成了宇宙主佛手里边的小塑料小黄塑料鸭子。呃，文章的问题在于下架于超的节目太晚，扭扭捏捏，担心外界风评，爱惜羽毛胜过忠于宇宙主佛。 文昭年收入应该过百万美元。如果是我在宇宙主佛的要挟下，宁肯所有的业务瘫痪，自己一个人到 YouTube 上发个视频，说清来龙去脉，招募各职位，自有，呃，就是呃，嗨、哎，他这个时兼备之人，嗨、哎，哇，才识兼备之人投奔我于超，就愿意做个技术人员。呃，鸡笼有鸡汤，就食堂郭靖。 呃，野鸡无良天地宽。老话听了无数遍，真正做到不容易。文昭自二零一八年做自媒体到现在，谈古论今，侃侃而谈五年多，欠身利益权衡之下，如此取舍，实为下下之策。实际上，他不发这条帖子，我就早就知道这个他们是这个法兰功媒体是团伙作案。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我本人是做平面设计的，是吧？历史上是啊，曾经是一个手艺人。 所以这个你们的这个画面风格，你们做的那些包装的路数，我打眼一看就知道怎么回事儿。呃，文昭、江峰啊、呃，包括这个肖明等等一大票轮系的人，什么张天亮，什么还张天黑呀、啊，乱七八糟的，这这这这些轮系的人，把他们的画面风格大家凑一下。 几乎就是出自同一个人或者是同一个团队，否则的话不会用用相同的画面的手法和相同的颜色布局等等都是那样的个路子。嗯、呃，虽然水平不怎么样，但是，呃，但是他是如此统一的，就说明他是相同的人一个团伙在干的，那不是一两个人，是吧？这一个团伙可能服务不少人。 于超的另外一个条帖子就比较耸人听闻了，这个帖子就是很过分了。宇宙主佛，也就是小骗子李洪志啊，在在在在在在再说明一下，宇宙主佛正在四处打探我的隐私。二零零四年七月，在黑监狱被关两年之后，我与前妻清华同学王维宇被押到了服刑人员调查处，从那里押往监狱。 我与王维宇并排站着，被迫当着数十人的面脱下裤子，翻起包皮，让面前一排穿着大褂的警察近距离检查龟藤上是否有菜花，尸油。由此历练，我会裸奔追打宇宙主佛，帮助主佛和我一起在世间面前并排站着，翻起包皮，领会包皮神学的奥义。哇，那个。 这段话虽然比较脏，但是确实是，这个可以看出来，这个于超也是急眼了。那、嗯、没没，我觉得是是是对的，是吧？嗯，其实不论是政治还是思想，其实我一直一直在强他强调，就是本质它都是道德问题。呃，如果我们不能不能从这个道德和这这这种行为实践上去认识它，去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 那么，这就会就是说，我们就会把一个一个世界让给这些邪恶的人。那么，呃，当我们看到，不论是在哪个角度，不论是在大街上，你要看到暴徒去欺压小贩，还是在嗯网上见到这种兴风作浪的邪恶之徒，勇于站出来，都是好汉，都是应该值得赞扬和。 被大家所支持的，所以，呃，我觉得于超能够做到今天这一步，应该得到大家的这种支持和高度的赞扬。你，更多的人应该去帮助他。嗯，我的另外一个网友叫冲杯三鹿给党喝啊，这个他说了一条帖子，他说。 给法轮功起那么多高大上的名字没有意义，大概是这意思。说，经我观察，实际上法轮功是个泔水桶，里面荤素都有，呃，提炼还能弄点地沟油出来。但是说的是各种菜的拼盘，捏着鼻子也是吃不下的。那么对我老徐来讲呢，我觉得中国人就是我反复强调，就是他成群结队组成团伙的时候，几乎都不可避免的有下水道的气息。 呃，法轮功如此，共产党如此，反共团伙如此，蚂蚁帮也是如此。他因为他们都是中国人，尤其是最近又冒出来一票是所谓的朱夏。昨天晚上我把那个节目一发上去，特地点出来，李洪志是东北的小骗子。所谓那帮满族满大人们就跟我急眼了，就直接在下边就谩骂。哎呀，这个难道您声称自己是满洲人，您就不是知人了吗？您可能更下作，更下流啊，是吧？那个，所以。 所以我刚才讲的这些群体，除了共产党，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反共，因为他们真正的宗教是反共神教。为什么这个法轮功能够积聚那么多人？相当一部分原因就是他的高调反共，他和反共群体狼狈为奸这么多年也是如此。 呃，那么反共，呃，我一直在强调，我说的任何一个族群，你只要反抗暴政、追求自由，这本身是一种美德，是应该是值得赞扬，是值一值得每一个人用，甚至用自己的生命去践行的这样一个一一一件事情。但是为什么这个中国人群体搞来搞去，搞的都是这样的，像就比那个黑社会帮会都不如的这么一一票又一票的下贱团伙？ 呃，因为他们在反共的过程当中，反共本身就成了一种新的宗教。对于来自中国洼地的这些智障群体来说，只要他们用立一个他们用来反对的新的偶像，或者叫新的敌人，就能够证明他们自身的道德的高度和自我牛逼的正确性。在清初呢，这个像这样的反共叫反清复明，在义和团里那里面叫扶清灭洋，在红卫兵那里叫保卫毛主席，在爱国贼那里叫祖国强大了。 总之，也他仅仅是站的角度不一样，站的位置不一样，脑袋里边的东西成分是完全一样的。他还是这种智障种群，他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简单到了只有黑白二元绝对，呃，这种知识的二元绝对中，又预设了自己是是吧正确的，哎，正义满满的，无非如此。呃，我。 不停地强调人类社会的政治，它仅仅是信仰、习俗、自由、传统所结出来的果子。那么，智障的这些反共神教的人，他既不懂，也不想去懂，也不愿意花时间去懂。说难听话，就是从猴群当中都找不到这样的人。无论如何，这个法轮功的这个阶级斗争戏还在演。 还可以看，嗯、呃，当然了，这个戏我觉得和我以前对中国的其他的团伙的看戏态度不一样，这次我是有选择的，我是认为这个必须要支持肖明和于超先生，他们是正确的。肖明女士，那、呃、虽然我对他们的这种信仰选择非常的不感冒，但是无论如何，我觉得，呃，人能站出来说真话，总是要应该被鼓励的。OK，今天就说到这里，谢谢大家。